绿建筑是从地球环保的概念为出发点，希望能达到节能永续跟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。工作花园做起来了，也化了，住户上去的意愿就高了。看我们自己的花园，会有住户之间的更多的互动，这是比较好。绿意盎然，然后很舒服，就会想上来。带小孩或是朋友来这边玩，其实是可以很放松。人的问题确实是让社区保全也非常的棘手，透过科技化的一些设施来改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上面的问题。家呢，在我们的一般人的心中就是个避风港。现在呢，就透过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，像系统或是很多的手机 APP 的应用，其实让这个社区呢，让我们的家呢住得更安全。